老板，麻烦你买单。啊，好，100啊，谢谢。啊，刚好。好，谢谢你。啊，老板，你以前间店生意很不错诶，哇，好多钱啊，你好本事啊。我不是老板，我不清楚啊。哦，你不是，嗯，点办？你识唔识讲广东话？嗯，香港人呢。咁啊，我啲国语又有香港人嘅口音喺度。你系咪即系揾老板啊？佢今日唔翻啊？都唔紧要嘅，其实揾你一样啫。我想问你有冇见过呢个人啊？冇印象。呢个人我香港人嚟嘅，佢话成日喺度买外卖，咁你喺度做嘢，我谂你应该见过佢噶。咁可能系距离嘅时候，我咁啱喺度啦，同埋咧，我哋呢度每一日咁多人嚟买外卖，咁我唔记得啦。或者我放大啲俾你睇清楚，佢即系冇见过佢。 嚟啦嚟啦，翻嚟唔到位。唔使担心，咁细个花樽出唔到咩蛊惑嘅，保证干净。去到台北。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啦。其实我同佢咧，我哋系 lover。 我哋已经一齐咗3年，你哋闹咗交啊？呢对我唔好，我唔敢承认我哋嘅关系。直至佢离开我之后，我先发觉原来佢对我嚟讲有几咁重要噶。我真系好想揾翻佢咯。咁有心咧，一定揾到嘅。喺边度揾啫？我净系知呢度，就其他地方我都唔知嘅。其实咧，我有见过佢，真嘅？咁你之前有冇见过佢？咁佢受咗伤啊嘛，我又唔知你系佢边个啊，我惊你系嚟投诉，我咪冇同你讲咯。佢而家喺边啊？我唔知啊，佢嗰日嚟买完外卖之后咧，就去咗嗰几栋唔知公寓嗰度啦。嗰边边等啊？嗰几栋公寓咧就互通嘅，我真系唔知佢住边个单位。唔紧要啊，再唔系咪逐个逐户去揾咯？梗唔得啦！ 我惊你未揾到佢，俾人投诉，拉咗去派出所啦。为咗我 lover， 外卖到了，哎，你好，你的外卖啊？哎，我们没有叫外卖哦。哦哦，好，对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谢谢你。哎，不会不会。有没有人呢？外卖到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外卖到了。没有人叫哎。真的吗？是不是家里有人叫了？可不可以帮我问一下？你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谢谢。 你好，你接的外卖呀？哦，我没有叫外卖。真的没有吗？有没有叫外卖啊？没有没有。不好意思。有没有人呢？你的外卖呀？没有没有。
Well 啊，其實係我 lover， 係佢教我噶。Sorry 啊，講起我 lover。你唔好咁樣啦。其實咧，我哋今日去嗰個公寓咧，有好多棟同埋好多户嘅。我哋就係去咗20多户啫嘛，仲有希望噶。嗱，只要你心裏面喺度諗，我一定要揾到佢，咁就揾到噶啦。你都幾樂觀喎。呢個叫吸引力法則，你冇聽過咩？有。咁你講下咯。我跟我嗰個法則同你嗰個唔同，你講先。只要你心裏面諗，我一定要做到呢樣嘢，咁就會做到噶啦。就好似我咁啦，我嚟咗台灣揾我阿爸揾咗咁耐都揾唔到，其實係有啲唔開心嘅。不過咧，我同自己講。我一日唔放棄，我終有一日咧一定揾到佢噶。所以咧，我又收到消息啦，話我阿爸喺文萊。文萊？唔係話？係啊。嗱，你唔好放棄，唔好怕辛苦，就會感動到個天噶啦。佢一定會俾你見翻你想見嘅，即係你嘅 love。好啦，到我去打波啦，等我示範下我嘅吸引力法則俾你睇啦。OK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？没有哎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？没有哎。谢谢。吃点什么吗？两碗担仔面。好的。司机大哥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？没见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好像见过这个人。真的？你见过他吗？真的，我认出他头上的小辫子。他在哪？我刚带他去前面的饭馆。你肯定是姐。对。就这个店子，他往里面去的。是的，没错。我记得他头上梳了小辫子，还有穿着红色衣服。顶喺呢度噶。查得到佢得罪嘅人叫大美，喺台灣都有頭有面嘅，唔係咁易拆得掂嘅。二就唔揾你啦，都唔明你理佢嚟做咩？你想我快啲搞掂山雞咧，就唔該你，照我説話去做，係咁。我衰嘢，我唔话俾你听到嚟咗台湾唔啱嘅。我份人好均真噶，我唔翻工咧就当我请假，唔好出粮俾我啊。OK， 若果你认为自己有本事应付啲黑社会嘅，咪即管走咯。你知嗰班咩人嚟嘅咩？系啊，咁你帮我同佢解释下啦。我净系咧收咗两皮嘢，负责搵个花樽，其他用咩都唔知噶。好心你用下个脑啦。呢個世界邊有咁傻噶？無端端俾兩皮嘢，你叫送個花樽？我 check 過嘅喎，裏邊冇粉冇丸，我點估到個坤士話自己吞咗鑽石，然後嫁禍俾我嘅啫？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埋下面呢個鐘仔 subscribe 啦！